在二层楼吗？对，二层楼，二层楼。我给你打拼一下。OK。快喝！砰！再倒一个。OK。最后一个。我以为是这个二层楼了。补了一个。 还有一个呢，前面，快点，不要跑啊！猛跑啊！这个人猛跑，一路跑。你不要跑啊！不用解散了吧？ 你解散了，好，你解散了，哎呀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猛退，猛退，猛退，压力呢，姐姐？猛退，猛退。我在前面开车，虽然说了是都，但是我感觉压力还是来到了我这边。毕竟我是上来喝两碗的人，我心里要有逼数，是吧？谢谢。 TB 写惆怅，开通的钻黄，谢谢 TB 写惆怅。杨，杨，哎，看一下微信，在喊你。你们调延迟了吗？没开呀。哎，你们调延迟了。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猛撤！ OK。 准备。 OK。 关注的主播每次伤害都低，让我很没有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你是指挥，你是探子，不需要伤害，很关键，好吗？他们还说，堂堂一月是堂堂 Y2董事长，居然连蹦蹦皮肤都没，我这么说。<笑>他省下的钱都给兄弟们发福利了。哇，有道理啊！<笑>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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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真是，看看人家头号俱乐部董事长，哇，肥的流油，我操，鱼，刀刀都爆油。<笑>一会儿嘎了我爆一身油。我去拿个瘤子，肥的劈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 这我们要开车过去，坐飞机吗？开车过去吧，飞机也行。咱们敢不敢拼拳啊？<笑>拼拳？来把刺激的！<笑><笑>来把刺激的！真的吗？这个算了算了算了，那个机震那个吧。OK OK， 拼拳不好吧？ 拼拳太刺激了，先拿枪。就是，先看有没有人吧。没有人的话，咱们就手把枪再上飞机。有人的话，咱们直接坐飞机。两队。哦哟，要拼拳了，看来是。